好，非常精彩哦！我现在大幅已经开到最大了哦。就是我已经用最大的去压了27，应该蛮精彩的。这个怎么自己会跑出来啊？我觉得官方有改耶，之前都不会乱跳，现在是怎样？召唤哪里？中 Vegan 了吗？那我觉得压最大就是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如果你中的时候会非常的多。但是我觉得要顺其自然啊，不要一直故意刻意要，就是不要一直刻意要赢还是怎样？你看，中个 super 就大回本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